郭晶晶呢日同刘联红太太金比出席一个关注儿童嘅慈善活动，为配合大会主题，郭晶晶分享咗一啲佢同丈夫霍启刚以及三个子女一齐去郊游嘅相片，非常温馨。郭晶晶表示，佢同老公都好重视亲子关系，几忙都好都会抽时间同仔女相处，就好似早前中秋节一家五口齐齐打乒乓波，霍启刚仲讲笑话仔仔系小波童。其实我哋系一家一齐去打嘅，仲系爹哋同我打嗰时，仔仔就去执波啦。咁啊，佢打嗰时我就去执波啦，就系大家轮流啦咁样。因为平时Kenneth都好忙噶嘛，所以多数 weekend 我哋就多啲大家全家人一齐嘅时间。至于郭晶晶同霍启刚结婚九年依然恩爱如初，应该都有啲夫妻相处之道可以分享一下。都系一路系咁啦，系咯，互相迁就咯，有啲嘢系咯。系咪会成日去一齐做运动维系感情啊？会一齐去做运动啊，多数因为平时都weekday 都系小朋友。老公要翻工，小朋友翻学，我多数都系同啲小朋友一齐。咁啊，有时小朋友瞓觉，我哋去睇下戏啦。有时我都去同 Kenneth 去睇下嗰啲 show 啊。被问到丈夫霍启刚最近好似心广体胖咗，郭晶晶就急急澄清话唔系佢造成嘅，不过佢都支持老公积极减肥。我其实不是太会做饭的，所以但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很工作很辛苦嘛，也很忙，所以但是他也觉得他一直在减肥，所以还在努力中。早前郭晶晶为奶奶朱玲玲庆祝生日，仲在社交平台上再幸福合照，嚟紧又轮到郭晶晶自己生日，到时会点庆祝呢？我啊，系啊，系喎，冇啊，都系同家人一起，因为现在都是疫情的嘛，都不可以party 这样。但小朋友有没有准备礼物给你啊？已经不知道，这个要问 Kenneth 了。